Merry Christmas， 这里是全联，芦洲区长安店，芦洲区长安店它是新开的，它营业时间是8:30到23:00，它里面有一楼跟二楼。如果买它里面的东西，你也可以到对面停车，对面是长安停车场，免费停车。过年快到了，这边有那个跨年放假去，它这有很多的产品，都有做特价的优待。那你可以刷卡这边可以刷台新。也可以刷中国信托，又有卡，一卡通，你刷卡它都有优待。这就是全联，全联福利中心中义店。那全联呢，它就在中义庙，斜对面。那这边我给你介绍有一摊，它是在这个，图书馆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阿展。阿展臭豆腐，他在这边经营了有25年了。阿展臭豆腐，这个就是我们老板。嗨，陶给你哦，陶给牛你好，你讲，你早老做，你安尼做几年啦？28年啊。哎呦，那久啊，无你今日我甲你买只臭豆腐，你上上的话者，45啦，迄、那个。大爱来一个啦吼，你是很钱的是吼？很钱的，哇！看你迄个、迄个安尼足熟的，功夫安尼，辣辣球安尼，很钱的，甲迄落、超市的迄臭豆、迄个豆腐无同啦吼，无同哦，你的名号都阿电啊就对啦，安尼好，我来台湾啊。那几个月啊，尔我唔捌看啊，这面呢，阮咧美国人拢讲这最好食啊，安尼。对啊，你台湾著有名。你这算泸州这个图书馆下骹就对啦。对啊。这样中央街来中义庙遮就对啦。好啦。顶好啦，顶好，我看着对，这顶好啦，这顶好对，安尼我知影阮迄个有人背包客来我再叫伊来啦，无来你遮英文的，我有闲，我再甲你写一挂英文的入去啦。无人看无啊，无看无啊，敢若知影60-40安尼尔。好，安尼好。那个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来芦洲的话，你要知道，这旁边就是刚刚我介绍的全联福利中心，对面就是我们的阿展臭豆腐，不要忘了带100块现金来这边吃他这没有刷卡的也没有悠游卡也不能用现金的啦，来现金给你看来现金的这个有这个铜币就可以欢迎大家来这边跟他捧场一下他还有泡菜泡菜很好吃，泡菜这是他自己做的好，谢谢各位网友我是 Peter 跟你推荐